我是何军，我是汪正正，我是边缘花，我是柏林，平安，金波，高宝丽，吉利，潘石七。我们是在河南省安阳市蒋村镇的马氏庄园，我现在是在湖北省的恩施州，浙江的金华浦江县，中国的东部福建龙海，广东的中山市，中国威虎山雪村。我现在正在我们山西的蒙喜县，我今天是在运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光兴县，云南江城，塞北福地扎兰屯，成都市新都区。祝大家天天恭喜发财，我在这儿呢。有个跑偏啊，南北中欢乐中国年，过年了！2015农民新春联欢会，北部主现场来到了银装素裹的内蒙古扎兰屯市，在冰天雪地里感受北方人民浓烈的新春热情。哪怕风大雨再狂，心里坦荡荡。回家的路不管有多长，别忘了咱们家的冬。我们还会带您来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镜泊湖，参加热闹的冬捕，去吉林省延边市的汪清县，和朝鲜族同胞一起过大年，在威虎山雪村一起体验冰雪上的年味儿。更多热闹的年俗，更多好看的节目，就在过年了2015农民新春联欢会。全国的农民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东西南北中
欢乐中国年。今天啊，咱们2015年农民新春联欢会来到了北部的主现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扎兰屯市，向全国人民，在咱们扎兰屯过大年呀，那真可以说是白有漫山遍野的皑皑白雪，红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红灯，在这个屋外边大家伙那秧歌扭个够，屋里边烧酒炖肉啊，热炕头，这过年过得才有滋有味啊。而且今天呢，乡亲们特别热情，还专门给我准备了一身蒙古族的服装，新衣服啊。我觉得我主持节目这十几年，好像今天是最帅的一次。其实还有件最高兴的事儿，一般你看中央电视台春晚都一大帮主持人，今天就我一个人，太开心了。为什么一个人呢？因为我那几个搭档啊，其中有一个我最不喜欢，就是那刘刚，脑袋大脖子粗嘴大，就那体型还敢吃呢。我跟你说，不夸张的说，那体型吃的都跟咱扎兰屯粘豆包似的，都吃圆了，都没法看。我一个人，不是，哎呀，你来了！你说谁长得跟粘豆包似的？我啊！我告诉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跟你说。这是什么话？鱼，还鱼？你是牧民啊？我告诉你，今年是羊年，这是我的吉祥物。我跟你讲，我比你早来几天，我研究艺术来了。艺术？你我给你学了艺术，我告诉你。哦。我跟你说，我练了好久了。什么这是？一二三，这什么玩意儿啊？大哥，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没看出来。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剪纸啊？剪纸啊？你确定这是剪纸吗？我剪的羊啊！你来扎兰屯就这几天就干这么点事儿？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看不上我这个是吧？啊！我跟你说，你师傅起来吓你一跳！我跟你说，师傅在哪？我师傅和一帮舞蹈演员给你带来一个剪窗花。终于见着你了，好像师傅不认识你啊？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近长帅了一点。我师傅是我们扎兰屯非常著名的剪纸艺术家杜叶梅老师。我问问杜大姐，这后边这个长卷上边这么多剪纸，全是您创作的？是的。哦，您剪这一个这么一长卷要剪多长时间？两个多月。我跟你说，这个还小意思啊，这个还小意思，还小意思。我跟你说，姐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作品，嗯，你知道吗？就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的时候，大姐特意剪了一幅巨作，那么龙柱奥运，亲自背着去了北京。多长那个作品？对，166米长，现在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收藏。哎呀，扎兰屯人的骄傲。咱们这个扎兰屯真是人才辈出，也希望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经常的来到我们扎兰屯走一走转一转玩一玩看一看，常来常往啊。说到常来常往了，接下来掌声有请著名歌手金波为我们带来常来常往。扎兰屯的父老乡亲，
过年好，祝大家新年快乐。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有了牵挂的日子心中有希望。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哪怕山高路再远有你在身旁。生活有些累，工作也挺忙，忙里忙外的心情就缺少了阳光。送一份祝福，再道一声吉祥，哪怕雪花满天飞，心里暖洋洋。相聚太匆匆，分别总漫长，奔忙不休的脚步就会有些迷茫。送一串叮咛，再道一声健康，哪怕风大雨再狂，心里坦荡荡。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有了牵挂的日子心中有希望。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哪怕山高路再远有你在身旁。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有了牵挂的日子心中有希望。亲朋好友记得常来常往，哪怕山高路再远有你在身旁，有你在身别走，金波。鱼，什么鱼呢？我叫吃鱼。哦，吃鱼啊！咱们中国人过年有这个习俗，年年有鱼嘛，对不对？尝尝。太好了，柳根鱼。哎，对，这是我们扎兰屯特产的，香不香？好不好吃？我只能说一个字儿，太好吃了！哎呀妈，歌手都不识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过呢，我想要带着你们跟我一块儿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镜泊湖去吃大鱼。哦，你是说带着我们去参加冬捕，对不对？对。今年春节啊，咱们镜泊湖的老百姓要开网打鱼来庆祝新年。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镜泊湖冬捕，那么我呢专门为大家请来了最有经验的张把头，为大家解读咱们镜泊湖的冬捕。全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过年好。我们镜泊湖来吃鱼呀、你看看咱们这个东北人啊，就是热情。据您的经验，咱们这个镜泊湖第一网鱼大概应该是多少，怎么样？这网窝子我看了30万斤宝啊。哇，鼓掌吧。太好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应该立即到东捕的现场去看一看？您先别急啊，我们在我们这个镜泊湖冬捕啊之前有一个祈福的仪式，我先领您到那块看一看。哦，还有祭祀祈福的地方是吧？哦，行网是不是？对对 对。好好好，那咱们也去看看。来，走。镜泊湖人的新年是从张网捕鱼开始的，每到捕鱼之前，乡亲们都会载歌载舞，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将厚厚的冰层下的鱼全部唤醒，赶到渔民的网里，以此祈求一网下去有个好收成。我是湖北人，完了以后我们那里没有见过这么厚的冰，我们那儿的冰啊最多这么厚就完了。对，我是湖北。这个仪式，哎，现在咱们的祭祀仪式啊，已经到了
热场阶段了啊！来，我领你去看看这个。因为啊，这是咱们满族的发祥地，咱们这一片，所以说啊，每次捕鱼之前，要有一个萨满祭祀的活动。哦，哎，满族先民信奉萨满教，东部活动贯穿了萨满教教义的影响。镜泊湖东部前的祭祀仪式分为祭湖和行网。祭湖行网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祭湖祭祀天父、地母。湖神保佑万物生灵永续繁衍，百姓生活吉祥安康。二是认为渔网上附着有神灵，非捕鱼期渔网入仓后已经沉睡多时，捕鱼前需要唤醒。这个仪式表达了人们祈求张网下湖顺畅平安的美好愿望。你们这个祭祀行网的这个活动简直是太隆重太有气势了，让我很震撼。等一会儿，这更震撼的还有呢。到捕鱼现场，您看看我们的大鱼从冰窟窿里出来是啥个样子。哎呀，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在车上，从这个冰面上开过去。这真的是让我有一种兴奋，同时有一点紧张。这就是到出鱼口了，是吧？现在已经到出鱼口了。哎呦，哇，哎呦。哎呀，这鱼起来了！哎，打包了！我的天哪！你看吧，这就是咱们镜泊湖的动物，这简直太不可思议啊！您看现在这个状态，就这个网的这种状况，在我们行话来说，这就叫打包了。打包了，打包就是鱼已经全裹到网里头了。打包这个网叫趟子网，现在啊，就趟子网这一趟鱼，您看您估计一下能多少？现在也有，一两万斤是足有。天哪！像你这样的话，这个渔网还要出多久啊？六七个小时是足有。六七个小时。对，六七个小时就始终不停的，装车，往仓库运，往冷库运。哎，对吧？我跟您说的没错啊，我预测的很准啊，三十万斤是绝对饱了。三十万斤一点问题没有？没问题啊。我怎么看的全部都是大鱼啊？因为什么呢？啊，咱们镜泊湖的渔民呢，为了这个永续利用这个资源，繁衍生息，我们会用网眼找。您会看到那个大网，全是我们叫八只眼的网，小鱼直接就过出去了，对对对，过去了。哦，我们能走近一点吗？可以可以，来，我想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哦，这么抓是吧？哇，对对对。大来一个，哎，这么大的鱼，我得带几个到北京去给我的朋友们尝尝。对，您尝尝吧，您尝尝吧。哎，来了来了来，这样哎，抓着尾巴，抓着尾巴，绷着。哎呦，重啊，十七八斤的大鱼。哎，那个张码头，像这条鱼算不算头鱼啊？现在看它还不算最大的，不算最大的，不算最大的，大的几十斤。哎，你说像这条鱼的话，它得长多长时间？基本上在咱们镜泊湖这鱼啊，十八斤，十五六年啊，十五六年，哎，哎，好吃也是有这个道理的，对对，哇，这一条十五六年是没问题，这一条鱼十五六年，对，所以你想它能不好吃吗？对，这个镜泊湖才是真正的鱼米之乡啊，太美了。等待会儿鱼宴的时候我让你看看，太美了，太美了。镜泊湖有记录的东部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镜泊湖水系水质较好，水产资源极为丰富，大约有六十多种鱼。镜泊湖盛产的鱼体大肥胖，肉嫩味鲜，据说自唐朝以来就成为皇室的贡品了。今年镜泊湖东部又将喜获丰收。镜泊湖的渔民向全国人民拜年，祝大家年年有余。你到了咱们这个北部啊，那二人转必不可少。你说还真没错，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今天啊，就特意准备了一道，让大家真正感受一下传统二人转的魅力。嗯，我们请出我们吉林省两位非常著名的二人转演员贤奎荣和尹维明给我们带来的居大刚。
多章？我给二娘居大纲。我是个小寡妇。我是个小辈官。但愿我们两个人情投意合，配成双。呼噜大哥、你来了。来了来了。二娘，你有啥活吗？哪能没活呢？你帮把那口破缸给我锯上呗。中中，咱就是奔锯缸来的。这缸这味儿咋的挺多呀？咕噜大哥啊，听说你这手艺活还真不大理儿呢哈。嘿，那还说了，没有这金刚钻也不敢拦你。啥呀？这份瓷器活啊，我说大闷子。大妹子。对对对，大妹子，大妹子，您姓贵来的？那上次来。我不都告诉你了吗？那我不是忘了吗？二娘你姓啥呀？我咋忘记了吗？哎哎呀、孔雀开屏啊，我姓张啊，哎哎嘿呀啊，姓张。二娘你今年贵庚有几啊？哎哎嘿呀啊，就是几岁了？属羊啊，哎哎嘿呀啊！我32岁发羊属，你33岁咋还属羊啊？你羊我羊，咱们两个不一样。你属绵羊，我属山羊啊。山羊把绵羊找，羊找羊来，他们练成棒啊。眼睛水汪汪，头上梳了一个盘龙髻，耳朵钳子闪银光，上身穿了一件葱心绿，下身穿了一件秋海棠啊，一双脚儿这不大不小，这穿双不写实那帮，我光看二娘没注意，这走了水子砸了缸啊。生了气闹笑声，咕噜你听短长，你居高不管的刚来瞅，为啥盯着我二娘？
我要是看你，我都双下眼泪。谁看你了？你没看我，那怎么砸地缸啊？打了缸来不要紧呐、啊，打你就缸，赔你心缸，赔我心缸我不要，心缸没有我那就缸烟才香啊！你要不要就拉倒吧、啊，拉倒你占了便宜呀、啊，找你闹我打你几巴掌啊！头一程我打你个青黑豆，二一程我打你个红高粱啊，三一程我给你个黄沙谷，四一程我给你一浪了羊啊，光说打来我下不得手，吐要是打坏了锅了我还疼你慌啊，我找他舍不得打我吗？他是耐我的，好不好？谢谢，谢谢两位。我知道两位老师都是吉林人，对吧？对对对。啊，那今天啊，咱们在邀请的嘉宾里边也有一位吉林老乡。哦，好、哦，是吗？想不想认识认识？当然了。好，那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的歌手卞英花，掌声有请。你好，你好，你好，卞老师啊，过年好。我是想说，既然都是吉林人，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对，互相学习一下。对对对，两位老师，嗯，看看你能不能教这个樱花姐，这个两句二人转啊、哦。但是，对樱花是有要求的，你要把他教您的二人转唱出原生态的味儿。你这个觉得好不好？来来来，可以尝试一下。谢谢大家的鼓励。尝试一下。来，我唱一句我们那个传统二人转王二姐私服当中的一句啊。好的，好的。我们做小楼。眼望京城啊，老师啊，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好听啊！怎么唱的来着？来吧，原声看，能学上来吗？试一下啊，试一下。我们做小楼，眼望京城啊。我都听出朝鲜族民歌的味道了。好，对啊，对啊，对啊。来而不往非礼也。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接下来呢，为大家献上我们朝鲜族的祝福，祝福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琵琶唱的真是特别特别的动听啊。谢谢。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地方不同呢，过年的年俗也不一样。嗯，那么我想问一问樱花，咱们朝鲜族的朋友是怎么过年的？这样吧，我光说呢不是那么太生动啊。我领大家去我们的延边的汪清去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好吗？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卞樱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在这里呢我代表我们朝鲜族给全国的农民朋友们拜年啦，黑帮们你们都是哟。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延边是朝鲜族的聚集地啊，每当过年的时候呢，我们朝鲜族都会用我们民族的方式去过年。下面呢，我带领大家去看一看，走吧。你好，大叔，请问您贵姓啊？你好，我名姓金。啊，金大叔，你们在干什么呀？啊，这个是我们朝鲜族啊最传统的方式来预测来年的收成啊。哦，预测来年啊，你知道我们朝鲜族是农耕民族啊，对对对，特别注重农民的收成啊。哦，对，所以说家里的黄牛拿出来准备这个两种食物。哦，它一个是糯米饭，一个是野菜饭。万一这个黄牛啊它吃野菜饭的话，来年是就是好的收成，就这么个意思。来年就大丰收。对，看看我们这个牛先吃糯米饭呢，或者是野菜饭呢，看看啊。好的好的，让我们期待一下。野菜饭吃，我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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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了！哇！牛终于吃这个野菜饭了，啊，来年丰收是没问题了。对对，兄弟，又是个大丰收。除了用耕牛来预测收成，朝鲜族还有很多春节时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打糕就是其中之一。打糕是朝鲜族必不可少的食物，从孩子出生、满月、结婚、考大学到老人过寿，打糕伴随着朝鲜族人的一生。每逢喜事必然要有打糕，而过年时一家人聚在一起做的打糕，则是希望全家人能够像打糕一样粘在一起，团团圆圆。哎，金大叔，哎，你看他们打打糕太好玩了，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你也试一下吧。好的，好的，好的。哎，好，从这儿开始，就是慢慢的往里这么打，知道吧？是坐着打。蘸水。为什么要蘸水啊？就怕这个打糕就是粘呐。粘在上面。粘对、哦。哎，是呀，这个慢慢的一个的一个就这么打的，这打。边打边拽。对，拽它一个一个来。对，慢慢就这么来。哦。对。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个使劲的打，哎，这个木锤太沉了。打糕是男人干的事儿，我们女孩子呢就管吃就可以了。樱花呀，哎，刚才你是那么力气吧？啊、哦，这个算什么呀？比这个力气，这个还不算力气。对呀、啊，在后面这个环节，这个有些是更比这个更力气。哦，啊，是吗？这个叫就是八草龙。拔草龙是朝鲜族的传统年俗游戏，每到丰收之年，相邻两村的村民都要用稻草扎成草龙相互比拼，获胜的一方则被认为会在来年风调雨顺。今天明月村和金城村的村民将进行一场热闹的比拼，他们究竟谁能获得这个风调雨顺的好彩头呢？两个村拔的草龙每条都重达130公斤，分别长约8米。拔草龙不限人数，每到比赛之时，全村男女老少都会前来参与，草龙的长度也会根据参加人数的多少无限加长。村民们将自家的草绳拴在草龙上，帮忙一起拔草龙，场面格外壮观热闹。到汪清县过大年，农乐舞是不能不看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汪清县是朝鲜族农乐舞的发源地，每到过年，这里就会组织农乐队挨家挨户走街串巷，跳起农乐舞，为各家各户驱灾避难、祈福、保平安吉祥。
说我们之前看到的好多都是以红色的绒布作为相貌，但您看这个相貌哈。啊，这个是葫芦飘相貌。这个相貌是葫芦飘相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是表演的时候呢，就是原生态的表演方式。他们戴的是黄花和帽子这么漂亮，纸条也是花花绿绿的，但是这个纸条是为什么白白的？白色的啊？为什么呢？你的眼里是这个太阳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呀？红太阳，又是金色的。但是我们朝鲜族眼里是它是白色的，我们是按照太阳的颜色来，就是做衣服。像我们象征着我们是太阳的子孙呢。哦，大叔，您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啊？我表演的是相貌。相貌。这个相貌是这个农友的一部分。这里边是这是，演唱、演奏、舞蹈三个轴一体的表演方式。三个一体的。对。这里边比如这个演奏的这个乐器啊，小锣代表着雷，这个筝呢代表着风。这个长鼓是代表着鱼，圆鼓是代表着云。长鼓是代表雨，圆鼓是代表云。对，让金大叔给我们表演一下好吗？好，我给你们表演。相貌舞是农业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铃春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甩动32米长多层相貌彩带的演员。在春节之际，金铃春也用他的相貌舞为全国观众送上了新年祝福。全国的农民朋友们，新春快乐，羊年大吉，发发大财！这真是56个民族，56枝花呀！虽然呢，各民族的过年的风情不一样，但都同样的精彩啊！你看我这。刘刚呢？刘刚，哎，刘刚，干什么呢？吃饭。吃什么饭啊？就扎兰屯人民再热情，你也不能忘了你的任务，就知道吃，往这一坐，你看你都吃成什么样了？不就节目吗？在哪儿啊？我把我另一半叫来不就完了吗？老婆来了，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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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呢？你另一半在哪儿？掌声欢迎欢迎。这是我的另一半。你站中间来。刘刚，你不老实，这也不是你另一半啊。哎，你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尹素丽。尹素丽，怎么回事？对啊，我解释解释。谁说另一半就得是老婆了？不是另一半吗？对呀。他是我另一半。怎么个另一半？我们俩一起做组合，刚柔并济。刚柔。我叫刘刚，刚。啊。他柔术，他柔。啊。刚柔并济，我们俩是个组合。你说的刚柔并济，他不是他哪柔？怎么柔的？我演给你看好不好？好。来上道具。这8个男的全是道具。哦，7个男的，1个女的。刚柔并济组合尹素丽到底给我们表演什么呢？到底有多柔，我们来看一看。Thank you.
看人家的胳膊那腿想放哪儿放哪儿，真好。你刚才柔术咱们看了有多柔，我没看见他哪有钢啊。我还有个外号，可是叫钢铁腰女侠哦。看到没有，钢铁腰女侠女侠到底怎么个钢铁腰，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我的腰部的力量可以承受200多斤的重量。他把自己窝成个桥哦，然后在他的肚子上放200多斤。大家相信吗？不信是吧？大部分人都摇头不信。那个这样来上道具，道具这4袋啊，25公斤一袋。现场的观众朋友，你如果上来一个小伙子，你能把这背起来我就觉得都费劲，还别说能放腰上。有哪位观众上来想来来来来，小伙子来来来喝。哎呀，怎么称呼？梁健。你相信尹苏丽一会儿能把这个200斤的重量压在腰上吗？我不太相信。你能把这几袋背起来吗？我试试看。试试看。哥几个慢点啊，一袋一袋上好不好？一袋一袋来好吧。让4袋一下上。可惜你这小新衣服了啊。来一袋，现在50斤了。一袋。100斤。两袋。150。你没练过，你看看人家尹素丽80多斤。对呀、啊。你怎么表演？那个我需要有人帮我放上去，然后我摆好姿势就可以开始了。好，他下腰之后，一袋一袋往上摆，4袋全摆上是200斤啊，可以开始了，可以了啊。如果你觉得承受不了这个重量呢，就示意我啊。啊不不不不不。这么残忍的事儿你们不能干，我和刘刚来啊。是真的啊。有问题吗？没问题。我跟你说，任何一袋掉下来脸都砸平了。掌声，5秒，5、4、3、2、1。哎呦，我真的为他捏了一把汗。怎么样？感觉还能说话吗 ？OK， 没有问题。没问题。哎呀，厉害吧？厉害，厉害，厉害。那今年呀、啊，咱们把精彩的节目带到基层，组成了一支文艺轻骑兵。嗯，说到骑兵了。今天还真来了一支骑兵，有请安宇骑兵。大蓝屯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跟我们的节奏一块儿，我们过新年好吗？幸福漫天是咱的家乡，其实我也是一个东北人，我们两个人都是东北人。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松花江水长又长。酒泛舟在江上，随风飘来一阵香，渔民入腹心徜徉。我在江边把歌儿唱，船家你要去何方？请你们把我也带上，看那江。幸福满天是咱家乡。
寿年年长。离家的路不管有多长，别忘了咱们家的豆花香。等我的姑娘记心上，幸福满天是咱家乡，幸福满天是咱。谢谢两位。我知道两位呢是咱们黑龙江人。是的。哎，小时候是怎么过年的？我觉得小时候老有意思了，我们就是坐在炕上，然后跟小伙伴一起看电视啊，然后在外边打雪仗、堆雪人儿。对，吃粘豆包、包饺子。对。那你觉得你童年给你留下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一个是什么？我就记着。我属于那种爱玩的那种人，对，在外边什么，打雪仗啊，跟一帮小伙伴打爬犁啊，就是做那种游戏，对。哎，巧了，要说到这个儿时过年这个玩游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好要去海林的柴禾卫星林场去看一看，也带领大家一起呢找回童年的记忆。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柴禾林业局。卫星林场的中国威虎山雪村，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羊年大吉，喜气洋洋。哎呀，太热情了。卫星林场啊，过去啊是以伐木为主，现在啊转型了，现在搞绿色了，搞生态了。林场的职工们都搞起了家庭旅馆旅游了。哎，山里老师到山里过年吧，请你到后边过年。哦，山里边过年去啊？好，你啊，拜年。哎呦，您这打扮这意思。过三条啊？那咋得有个暗号什么的？是啊，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错了，天王盖地虎对的是小鸡炖蘑菇。哦，炖蘑菇啊？那下边呢？宝塔镇河妖。猪肉炖粉条，喝好就全是吃了。到我那去吃百鸡宴去，威虎山吃百鸡宴，我觉着不错啊。啊，上哪？上大摊呢？上老师做大摊呢？加油！酸菜炖粉条，东北的酸菜炖粉条。酸菜炖粉条，耶！小鸡炖蘑菇，你说这太丰富了。花你们大伙儿别争，一会儿咱们上山去比，谁要赢了？就上谁家去。好，我看这个办法不错，咱们呀竞争上岗。雪地是东北人天然的大冰箱，每到冬天，东北人都会把自己过年要吃的鲫鱼肉蛋早早的埋到雪地里头。今天老潘家和老隋家要通过在雪地里头找食材的方式比拼，谁家挖出的食材更丰盛，小林就去谁家过大年。老隋家啊，这个姑爷俩啊，这老隋家姑爷有啥好啊？哎呀，能干的，个高，体质好的。老王爷呢？姑爷呢？哎呀，他是在这儿呢。老三姑爷个儿那么高，还能上炕。哦，当大厨。对。哦，还能孝敬父母。大家伙看见了吧？如果他们找到了更多更好的食材，咱们就上他们家过年去。哦。两家姑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对。啊！哎呀！不行啊！给你这什么？干嘛呀？加油！干嘛呀？快点！鱼，眼前有鱼。这边有一条鱼出来了，看看下一个，头一个都有，头一个都有。哎！大鱼。这俩姑爷一个赛了一个啊，加油好，他那也是一条鱼。蘑菇，小鸡儿都蘑菇。孙
的好心，今天够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哇，血肠，大苏太人血肠，哇！来，看看篮子里。谁弄得更好更多呀？我觉得我家姑爷跑得快。我觉得我老公那个刚才筐都装得满满的，整的最多了。是啊、嗯、哎呦，那你们都说自己的姑爷好，哎呀，咱们是不是把他们请出来看看到底谁搞得多谁搞得好，好不好？来，出来。哎呀，哎呀，哎呀，好嘞，咱们先看看老随家的。年年有余。哎，好，年年有余。这是啥？两个。粉条，粉条，酸菜四个，血肠，血肠五个，哦，冷六个，这啥这啥呀？哟，打走了，打走了，打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呀，咱们看看老板去。对，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年年有余，一个，学学人做蘑菇，两个，两个，这是黑白菜，这是啥呀？喝。看来是老随家的这个数量占优了。嗯，那咱们就决定，咱就去老随家过年去喽。两家合一家更好，不愧是这林场工人啊，他处处替咱们林场的这些职工着想。好，那咱们两家合一家过年去喽。我们中国威虎山雪村给全国农民朋友拜年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军，我是汪正正，我是卞英花，我是柏林，平安，金坡，高宝丽，吉利，潘石屹，我们是在河南省安阳市蒋村镇的马氏庄园，我现在是在湖北省的恩施州，浙江的金华浦江县，中国的东部福建龙海，广东的中山市，中国威虎山雪村，我现在正在我们山西的蒙喜县，我今天是在运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兴县，云南江城，塞北福地扎兰屯，成都市新都区，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发财，发财，发财！我在这儿呢。有没有跑偏啊？非常的激动，今天跟随我们 CCTV 七套农业频道跟来到我的家乡，衷心的还是祝福我们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开心快乐吉祥如意，给我们所有的朋友拜年，我希望这首歌能给我们朋友带来好运，送你一首吉祥的歌带给你们。
乡的歌。我要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扎兰屯蘑菇气镇北安村有一个人，他过年过得非常特别。在扎兰屯蘑菇气镇的北安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塞外小广播，每到周末的时候他总会准时响起。丰收了，家有钱了，房子也盖上了，衣服也穿上了，这物质那冰柜里广广的装的满满的，这都好。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会出来收听，而村里这位特别的广播员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71岁的盲人大爷党继仁。党大爷在13岁的时候就双目失明了，到现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在村民的照顾下慢慢地适应了没有光明的生活。如今他甚至能够到离自己家1公里远的田里干农活。为了感谢乡亲们，也为了让乡亲们的业余生活更丰富，他开通了独具特色的乡村广播站，平时为乡亲们说说村里的事儿，唱唱自己写的歌。今年过年，热爱音乐的党大爷想为村民们写一首关于家乡的歌，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耐心的创作。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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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短片中感受到党大哥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他这种阳光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所以说今天在这边我们特意把这一位党大哥啊，党大哥请来了，是个盲人，嗯啊，但是非常的有才华，来掌声欢迎党大哥。王大哥，来。党大哥他非常不得了，嗯，别看这个眼睛看不到，但是平时自己生活能自理，从种庄稼一直到收庄稼，不用任何人帮助，自己全能完成。党大哥，听说您这个又为我们今年这个过年写了一首新歌啊？啊，写了一首叫《塞外的小村庄》。作词作曲都是您自己啊？哎，而且那今天呢，您能不能把这首歌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一听啊？那能行。我不知是来到那塞外的小村庄，看里的人们善良，就像那同胞兄妹一样。时代的信息给了我力量，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岁月哟，不岁月哟，像泉水源源流淌。无价无限的道路，为什么豁然宽广？是
堆成一个一束花，美好的向往。我已经步入了富饶的美丽的故乡，美丽的故乡。谢谢大家。厉害，党大哥，您看前面呢，我们带领观众朋友们去看了这个镜泊湖的东堡，我们还去了汪清、海林。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扎兰屯过年有什么独具特色的地方，推荐一下？我家母亲赶大集特别热闹，喜气洋洋来内蒙，塞北福地扎兰屯。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蘑菇气镇，大鹏呢在这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羊年大吉。今天呢，我就要跟康大哥，哎，康大哥哪儿呢？康大哥，康大哥，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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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今天我就要跟我们这个康大哥一起来赶大集。哎，为什么要跟这个康大哥一起赶大集呢？康大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要留个底儿啊。撩锅底是北方乔迁新居的传统习俗，年底时乔迁新居的主人会邀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喝庆贺酒，吃庆贺饭，通过撩锅底这项习俗祈求生活幸福美满，同时加深了与邻里之间的感情。撩锅底有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一起去看看康大哥到底会在集市上买些什么吧。斧子我用红纸回去以后给我放到锅里头啊，一个是把斧留住，再一个是一斧压百货，一斧压百货。哎，这个寓意好。好，来这个，来条鲤子，来条鲤子，鲤鱼跳龙门吗？哦，对对对，有这个寓意哈。祝我们来年呢，年年有余。来吧，啊，先拿着吧。馒头，馒头，今天出锅大馒头了。走走走走，在这买馒头。买馒头有啥寓意啊？记住我们日子蒸蒸日上嘛。哦，蒸蒸日上。康大哥很快在集市上购齐了撩锅底必备的这六样东西，接下来跟康大哥一起回家看看吧。那你说我第一次上你家，我是不是得给你买点啥呀？我这你说都是你买的，我也不能空手去啊。你就别买了啊，家里有好多客人，你就去到那去帮我招呼招呼客人，赔赔钱，赔钱呗。哎呀，我太擅长，走走走走走走走。不过来康大哥家的客人可不是一般的客人哦。在扎兰屯居住着蒙古族、俄罗斯族、朝鲜族、满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为了给康大哥家过新年撩锅底，邻居们都带来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礼物。安妮师兄，安妮师兄，我给您带来特色泡菜和米肠。哎，刚才我特奇怪，怎么还有送火柴的呢？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朝鲜族最高的礼节。听说呀，康大叔今天搬了新家，所以我们送他一盒火柴，祝他的日子红红火火。好，给我，给我，谢谢，谢谢。张金龙，张金龙，大家好，大家好，他们都是哪个民族的？我猜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这位是达斡尔族的兄弟，达斡尔族，这是鄂伦春族的兄弟，鄂伦春，鄂族的兄弟，鄂伦春啊。哎，那为什么今天你们凑一起要来呢？我们都是，我们是北方三少民族，是个叔辈哥们儿、姑舅姊妹哥们儿，都是一家家族。那你们跟这康大哥是啥哥们儿？民族兄弟，民族一家亲，对啊。哎呀，这是我们达斡尔族内江边上野生的柳蒿芽，这是我们达斡尔民族的救命菜。哎呀，鹿肉生财有路，这个我看着很亲切呀、啊。这跟我们八戒有关系、啊。扎兰屯的鄂温克族是猎物的头，为一年狩猎成果的象征，只有最尊贵的朋友才能收到这份礼物。如收到了鄂温克族的这份礼物，则无论多少都要回礼，以此祈求两家都能喜获丰收。来了，摆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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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大哥家这桌年夜饭不仅汇集了各民族的美食，更融进了朋友们的热情与祝福。我的红的云南阿萨尔
远方客人他们，首先我是多伦春民族啊，我们民族有一个游戏，我们是比较力量，看看谁是勇敢的战士啊。游戏吓死我了，我以为玩命呢。拉杠是鄂伦春民族考验小伙子的传统项目，每到新年便成为餐桌上一项必不可少的重心游戏。杨大鹏，看看你能否战胜我们这位勇敢的鄂伦春小伙子呢？我已经很赖了，你们知道吗？我都那样了，我都不站了。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条一匹烈马，一条一杆枪，山坡野路漫，山边野打也打不尽。呀嘿！哎，谢谢谢谢，咱们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好不好？哎，咱们就唱一首《呼伦贝尔酒歌》吧。好，举起了欢乐的美酒，敞开了胸怀和歌颂，杯中斟满深深的爱，美酒醉心动。在这儿呢，我要祝大姨家还有我们扎兰屯的朋友喜迁新居，喜洋洋，福星高照，福满堂。在这儿我也要祝全国的农民朋友们过年好。2015年农民新春联欢会，我们北部主会场的演出呢，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中部会场的节目同样精彩。朋友们，明天见。明天见，拜拜。东西南北中，欢乐中国年。河南安阳的父老乡亲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你成天就做庞巴迪，我的番茄是干净的。你落地就开法拉利，我的番茄是干净的。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歌海对盘，这里的山歌传。这就是我。